所以又到了串场的时间，是触控式的，好厉害！触控切换 HDMI。去年的 Go for Japan Summit 是在京细，然后那边的米啊，农产品都非常好吃，所以大家去的时候都很开心，就一直吃。在会场旁边就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猪排饭，然后猪排饭如果点豪华版的话，他会把猪排塞在饭里面，所以你吃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挖饭挖到一半就会挖到猪排。好，我的串场的梗差不多了。好，好，可以吗？我们今天的成下面一点，对，下面一点，好，好，今天成果第一个。我做了行政的事务，我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不能在台湾切到简体中文，要求大家切到简体中文入境片子。西方人真的是非常烦，他们问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对，然后第二个是 CC 零巨库，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废文巨库新增的来自全国司法改革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的500句，真的非常废，大家欢迎取用。对，我现在有3500句了。好，第三个成果，感谢 Ronnie的提议，我们把 random 推导砍掉了，已经请大家转移到 RANDM。因为在这个频道上所讲的所有的话，都会以 CC0 自动释出到公众领域，供大家取用。请大家现在立刻退出 RANDOM， 立刻加入 RANDM。不能和平共处吗？不能一家亲吗？我们都 comment。哦 ，no comment。OK。好，感谢大家。好，谢谢 Elvin。刚刚讲的还有几个，大家一起来录句子吧。一个人录10句，我们就有100句了。好，大家一起来录那个 Mozilla 的 Common Voice， 它是一个开源的。Text to voice 开源的语音库、我们已经释出了第一批800MB 的中文资料，总共有30个小时的中文的 MP3 档案，跟每个 MP3 档案对应的中文句子。对，那个资料是 CC0 的，所以你可以拿去做任何事情，就是拿去合成语音，拿去就是做游戏啊，什么都可以。好，所以想要中文听起来像台湾腔的话，大家都要上去录，是这样的意思吗？就大家来帮忙，no comment。好。好好，谢谢二班。